打开蓝色盒子，藏在里面这纯白色的牛奶冰淇淋，就是近来美式卖场的新宠儿。有网友在脸书激推 CP 值超高，不但两公升只要179元，还有许多种秘密美味配方。有人说，在黑咖啡里加上一球牛奶冰淇淋，随时间慢慢融化，每一口味道都不同。或是挖个好几球，再铺上满满的鲜红草莓，酸酸甜甜，大人小孩都很爱。经典的巧克力酥片弄碎丢进冰淇淋里，增添香气，还有丰富口感，也让网友大推，直呼好吃到停不下来。不少人经过都会抱一盒回家，甚至有网友说一口气吃掉6盒，吃了会上瘾。也有人说够红了，不要再推了，要低调，每年就进这么几次，就怕又被抢光。随着天气渐渐转暖，盒装牛奶冰淇淋要升美式卖场最新抢购商品，网友挖宝还各自吃出创意。三选马家张信特报道。